总统蔡英文南下嘉义公庙发送福袋，民众扶老携幼前来排队领取，有人拿到红包雀跃不已。过年讨得好兆头，等待领取福袋的人龙环绕庙宇周边，拿到红包的民众开心秀出做纪念。年初二总统行程满档，上午到关渡宫发红包，并先后慰问国军与海巡同仁。驱车前往海巡深澳安检所探视过年值班人员，听取简报，亲自发送加彩金，为过年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加油打气。新唐人电视新北嘉义综合报道。